我是想，我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，虽然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，但是我很确定，我想要继续跟你走下去。说起来好笑哎，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楚过。我想是时候了。我的情人，我最好的朋友，你愿意？怎么了？没事啊。介绍一下啊。哦，这位是 Jeffrey， 我的朋友。你好，伯父好。Jeffrey 你好，伯母好。我们一起坐好了，一起聊天，可以吧？可以吗？可以吧。当然好啊。你们是大学同学是吗？哦，我们不是大学同学。是普通朋友，说的也是，很多同学我都见过，什么建国、小吴、Johnny， 我是 Johnny 的朋友的朋友，透过他介绍认识 Andy。 哦，那认识很久了哦。有四五年了吧？四年又八个月又十天。哦，那杰夫你在哪里高就啊？在一间公关公司上班。很不错啊，在那边上班可以认识一些不一样的人嘛，这样子也可以让自己多一些机会，对不对？我们 Andy 看起来有时候很无趣，是比较不会表达，都闷在心里。我在跟他爸爸交往的时候啊，也很敏感哦。好比说什么时候认识啦，特别的纪念日啦，我都记得很清楚。要是他忘记了，我可是会生气的。有时候还在气头上啊，还嬉皮笑脸的。但是我脾气好，反正啊，夫妻相处啊就是这个样子，日子久了就习惯。Andy， 我看你和 Jeffrey 差不多也该打算打算了。爸妈，对不起。朋友两个字不是随便说说。Jeffrey， 对不起。这位是 Jeffrey， 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下次啊。